站住！回去换身衣服，下午跟我去趟南陵，顺利的话明天回。经过我同意了吗？出差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临时决定，作为员工你就要随时待命，就像你在部队一样，上级的指示没必要和你商量，你服从就好。我就不，我就不，就不。你有什么资格说？我告诉你，我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我自己心里很清楚，不用跟你。我知道我没资格说这些。那你还说？也许袁董要的只是你的态度。态度我有啊，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做我自己想做的事。比如呢？比如成为蝙蝠侠，迎娶罗宾，打败胖虎，抢夺哆啦 A 梦，代表月亮消灭伏地魔，最后成为海贼王的男人。成为谁的男人？你再说一遍。成为海贼王的男人。海贼王？你要做贼呀？